请师傅给我开示几句。积极向上，努力精进，嗯、啊，嗯，这个学佛修心啊，嗯、第一要靠精进，对，啊，然后呢要忍辱、嗯，还要有般若智慧很重要。所以你要是学佛、嗯、学到后来连智慧都没有，好坏都不分，你怎么能成功啊？是的。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感谢师傅。